大众的想法都说日本可以，那对，那把日本这个选项放进来。如果你选对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板子吃掉。好，来，我吃掉。中哥，日本最近辐射广岛辐射过后，它那个水质是不是有点问题？它还开放核污水哦。我在日本，我几乎都没有买饮料水，我都直接。那是因为你太省。以上节目由安美诺美白修护霜冠名赞助。尿就会憋到最后一刻，膀胱都已经在痛了，甚至于妹妹也在痛了，我才愿意去上厕所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忍成这样啊？太憋了，就干脆包尿布啊。对啊，包大人包起来了。我本来也想包尿布，但是包尿布我真的是尿不出来，害羞。然后后来呢？不会啊，你第一次很难尿，尿出去了一次之后包起来顺畅。哎，我怎么那么熟？爱的荣耀后，请收看《医学大联盟》。刚恋爱嘛，他粉红泡泡，我说来问剥虾，哇，贤妻良母这样，他都剥了，我能不吃吗？对啊，就吃吃，然后我老婆看我的眼神越不对，我说哇，你一定是被我吃海鲜样子迷到了，爱上我了吧？然后他说，哎，你要不要照一下镜子？就一看，真的，我整个脸肿起来，真的吗？我脸跟释迦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可以，释迦有照片，天哪，真的是释迦！以上节目由安美诺美白修护霜冠名赞助。蟹黄、蟹膏或者是虾头这个部位不要吃，你本身吃到它的肉是非常好，很营养。蟹膏真的胆固醇很高，大闸蟹没有蟹膏它就没有价值了耶。虾能不吃那虾头吗？对啊，泰国虾也没价值了。对，但这些东西胆固醇真的高，所以心血管疾病人要少吃。那像是一些肥肉的部分也要少。好不喜欢跟营养师聊天。爱的荣耀后，请收看《医学大联盟》。